將秋蓮家私訂製分裝完沾少少汁流，咁入門口呢、這個係拖嚟做翻個隱形門，去到呢一邊係一個獅子櫃鞋櫃，咁鞋櫃有中空玻璃啦，咁呢度全部係護牆板，上邊做燈槽，即立個護牆板，同埋呢度咧有一個廳嘅獅子櫃，咁去到呢一邊先。呢度是一个厨房，这个橱柜还没摆，厨房有洗衣机啦，星盘，个星盘是很大的星盘，不锈钢，上边吊柜，女天花，之后全爆的，瓷砖都换晒，之后去到拖泥，拖泥呢都是爆了的，重新做个墙砖、地砖。女天花做了一个浴室宝，女天花式的，之后再次星盘、战难镜柜，之后厅呢度咧就拣咗两间房，呢度有一个地台床、书台，之后书柜。呢度呢间房系做咗个透门嘅，透门两边玻璃食物柜，就去到呢间房都系地台床、衣柜、储物柜，之后去到电视柜呢一度啦。电视柜就做咗个壁柜嘅，下边圆空嘅电视地柜。灯带上边全部灯槽，但系灯槽仲未装啊！呢边争几条金属条，仲未装好，之后去到主人房系隐形门嚟嘅。入到嚟有个大大嘅衣柜、化妆台柜、夹仔柜嚟嘅。之后隔篱呢一个储物柜用个长红玻璃拣开，化妆台嘅位置。呢度有个书台，之后有个大大嘅床，地台床。我对少少开紧。做咗个木门窗嘅。呢度系另外一间房，有张书台、地台床。呢度有一个间房嘅衣柜，不过咧有个床褥遮住咗。咁呢间房咧都系做翻个吊筒门嘅。系望到出边嘅景色。